我身处朝堂，你该属于自由自在的江湖，还是不要将你牵涉起来为好。黑狐狸，你若只是江湖中的黑狐狸该多好。是有些不舍吗？这有何不舍，这佣金想来便就来了。可有些人呢？我和他走的路不一样，只有及早的分开才能避免以后的痛苦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那分开的过程不让人煎熬吗？所以不强求就不煎熬了。风姑娘离开雍京，您为何不去送送她？我长久处在勾心斗角中，见她肆意潇洒，心生羡慕。我要走的这条路，今后必定血雨腥风。既然路不相同，就不要强求，相送便也多了牵挂。看着她追求内心所想，已经足够了。毕业更久的，若有些事终究难以割舍，不如携手观风。